搬行李，哪有？我说我要搬，他不让。很糟糕哎，还有才11公斤，那我东西到时候放你那边，为什么？我的背心呢是 Mura 的，在中山区买，裤子是 Syria， 然后还有我的绿色海底的，然后还有 Guess 跟 ASAP Rocky 联名的帽子，包包是姐姐的。 这是什么？Dickies的，然后外套是 Branding 的。我的上衣呢是韩国，然后外面这个呢是 Branding Novel 的，然后外面这个衬衫呢是 Studio Dog， 然后裤子是 Martin King， 还有 Samba， 哦对，还有七 ，KK， yeah。 我们这次租车，因为你们坐三个人可以后面。哦，这怎么对？嗨，各位，我们上路了，非常的恐怖。出发了。我们保了那个1天3300包，对，它有一个将出4就可以免责，完全免责。对，全付。我们就是需要完全免责。我们真的需要完全免责。我刚刚已经在饭店停好车了，然后这饭店出来这一条就是国际通。 我点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很好奇这个东东的味道。嗯嗯，好好吃，这好酷哦，好吃，就这样，鲑鱼卵。 我觉得这家蛮好吃的，它的汤就是有点像柴鱼高汤，对，然后就是偏清淡的味道，但是调味还是我觉得可以。 Feel so lucky I met you, and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rom more than tonight.、啊、加盐免费，来一个，这边可以加柠檬盐，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顺便录。还有抹茶盐，这边有超多盐可以选。 好吃哎，真的吗？好吃，我要加了抹茶了。嗯，要买吗？对啊，这样我晕了。刚刚可以加的这边好像都有卖。对啊。我们刚刚去卖薯条三兄弟伴手礼的店。
然后买了一个超可爱的吊饰，你们看，是薯条三兄弟本人。就在我们停车的后面，这个颜色好可爱。对啊。不用机器点餐，不然他又找我了。870的事。Heard you kind of down for the weekdays. I could take you up. What do you say? We're going to the moon.Hot air balloon, we can run away. And just like how you always make me feel, my temperature is rising to the ceiling. You're gleaming. Hope this bubble never pops. Cause if it does, we're gonna drop. Stick around for you, won't let you drown now. Floating with you in outer space. Wouldn't wanna be in any other place. You hate the world cause you're so realistic. Weight on your shoulders, let me release it. Let me just be here. 到了，
它这边就是很多阶梯，然后一整个斜坡，这边都有很多店，然后这个在中间，人好多。这是桃子双饼，上面有果冻哎、欸。对啊，超赞。妹妹点这个是伯爵奶茶的是吗？对，上面还有燕麦，感觉很好吃。各位，我们已经开车回饭店休息一下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吃晚餐，居酒屋。各位，今天是第三天，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美丽海水族馆吃 A&W， 跟去美国村，还要去什么古力岛吃虾虾饭，非常慢的行程，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出发，马上，没事。这里超酷，还有这样一个一个的停车位，然后旁边就有这种点餐的东西，但是现在好像不能点。嗨，朋友们，我们现在要来拍一些照片，再进去吃饭。啊，我跟你讲，今天的 OOTD 顺便，上衣是韩国买的 OJOS 的，然后裤子呢是 Uniqlo 的，鞋子也是去韩国的时候买的，是 Rockfish， 但我觉得很烂，你看他已经开口笑了。然后就是我做的包包，耶、yeah!。跟妈妈吃起司汉堡，姐姐吃的是火腿肉酱火腿起司三明治，这个6点到11点才有，对，它是早餐。然后这个是肉酱薯条。这两个冲绳限定的，好像是热带水果茶，喝喝看，蛮好喝的。Thank you.
If I could tell you, I don't think you'd believe how long I've felt this way. I'm begging you to stay. And if I could show you, I'd hope that you could see all the past. Yay! Yay! 我的是原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辣味的，然后这个是原味的，这个是奶油的。各位，我们已经离开古宇力岛了，然后现在开了半小时，要来美丽海水族馆。是拖曳伞到这个停船的地方，然后这是我们的集合点。对，希望没事。我们都觉得没有到很可怕，就是它上去的时候会有个绳子这样拉着，它就是慢慢的上去，对，然后再慢慢把你收回来，然后而且海是就是一览无遗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哇自己很高很高这样，你只会觉得说好玩，就是你看到的风景并不会让你觉得说自己现在越来越高，你只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你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地方。这个比游乐设施还不可怕，就是游乐设施会让你看到下面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就是海。所以就是欣赏风景，没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哇下面很高，你就看平面，就是看出去都是海这样。推推。We've been
吃完了，然后我觉得最好吃是姐姐点的这个无花果红茶糖，超级好吃，很好吃。大家来的话，这个是必点。然后觉得柠檬塔也很厉害，那边这边柠檬塔也很厉害，里面有就是真的柠檬，是腌的那种。然后西瓜是蛮清爽。水上设施玩到疲乏了，对，这最后一项了，中午我们就自由了。因为我原本其实以为昨天我们只会自己在那边稍微的浮潜，结果我们要订了那个浮潜的项目，对，期待期待，就在那儿。It's getting a little bit out of-
下去是因为它 GoPro 没有绳子，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片段，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鱼。好的，然后来讲一下我们的心得。我们就是觉得呢，这个还是会游泳还有不怕水来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它就是比浮潜还要再难，它就是嘴全程是嘴巴呼吸，然后你会在一个很深的海底，大概5米的地方，对，是要背氧气瓶的那种。对，但是也不用担心，我觉得就是会游泳然后不太怕水的话，都可以推荐来玩，因为教练就是中文一点点，然后英文夹杂的跟你讲，但是他都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会确保说哦你都有理解，然后他才会带你下水这样。然后在路上他就会跟你讲说一些手势，包括你的安全，还有你遇到事情的应对方法，对，所以基本上你听完这些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哦安心，我都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好玩，但是又会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一开始下去之前真的非常紧张，但是当他讲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好，等一下碰到什么状况就应该做哪些事情，推荐大家来，而且那个地方还可以冲澡，对，然后还有吹风机是免费的，不用再投钱，还有免费的置物柜，对，然后我们还买了那边的麻油给大家看，很好用耶， Okinawa。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万座毛，姐姐要吃一个808 Poke Bowl。 我们刚刚原本要去那个叫什么钟乳洞，然后他突然反悔，他说万座毛再开6分钟就到了，不要留遗憾。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有什么，这边吧。终于吃到了，点了红茶绝饼还有紫薯，紫薯好
们点了一个黑咖啡，两个拿铁，还有个三明治跟一个提拉米苏。今天是我们在冲绳的算最后一天吧，我们明天要去搭飞机了，然后今天就是在国际通的小巷子里面走来走去这样，把没逛到的逛一下。哦，就在这里来讲一下今天的 OOTD， 或者是昨天买的 Stussy， 很会买。然后项链是妈妈在国际通买的，跟同样是其实这个原本是我的，但是呢妹妹就把它抢来了。然后上衣是 Gap，已经洗到松掉了，但这件很好看。对，裤子是 Second Street 买的 New Balance， 哇，这什么运气？然后还有我的爱迪达 ，Oh my God， 我的运的好好。Let's go。上衣是女孩的 bra top， 我觉得非常的赞，它很包覆。然后裤子的话呢，是已经不知道多久以前买的紫色韩货的裤子。然后帽子的话呢，是 Wowo Korea， 也是韩货的帽子，也是已经下架了，去年买的款。包包就是我那天在那个漫画仓库买到的。然后我刚刚还买了一个衣服哦，嘻，呵呵。要干嘛？你要开车去药妆店。对，因为我们到今天都还没有认真的逛药妆店，所以呢打算开车去一间比较大的药妆店买东西，然后买完之后去还车，然后再看吃什么晚餐。对，我们要跟车子说拜拜了，我们来还车。Bye.